怎么样？你还好吧？还不错，一点也不疼。那有感觉了吗？嗯，感觉下半身酸酸麻麻的。真的吗？这样会有感觉吗？有酸吗？不要乱戳。没那么快了。叶老，你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哪里的话，你啊，意志力太坚强也不是什么好事吧？适当的放松，肯定好得更快。嗯，谢谢。行了，现在回去好好睡一觉，明天我们继续。然后我给你开了一副药膳，你配合着针灸，我相信可以加快恢复的速度。然后一会儿我把方子给你，你按照上面的做。如果有不明白的，你就给我打电话，好吧？没问题。咱们呢，可以慢慢的增加一些康复训练。可以增加你的肌肉恢复强度，我这边都可以完成，只要你配合我。那，这给你的，你妈亲手做的，玫瑰酥。天哪，想死我了，好香啊！以前知道你老家很漂亮，这次去了发现真的很美啊。我早就跟你说了吧，被你这么一说，我都有点想念了。没关系啊，你要有空的时候，咱们可以一块儿回去，好吧？也可以啊。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我什么时候能回去？哦，对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可以走了。来，谢谢。哎，慢点，阳脚扭到了，你有空去帮我看一下吧。好，可以啊。哎，走不走了？谢谢。走，对不起啊。回头再找我算账。慢一点，小心啊。晚上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不用了，我随便吃点就可以了。你去照顾小布丁和我妈吧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把《西江冷月》的剧本再给我看看。你都看了几遍了，还看？还有不到一个月就开机了，我得对人物有更深刻的了解。我不同意，你没有听叶老说你需要多休息吗？今天的疗程很刺激，我决定帮你放松一下，刺激血液循环。那叶老有没有教你，尊重老板是每一位员工首要的品德？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啊。起来，走。走哪儿去啊？洗澡。洗。洗。脱好了吗？嗯，那我开始了。嗯，我开水了，可以吗？往左面一点儿。左边，这里。往右面一点儿。右边，嗯。往上面一点儿。这儿。再往前点儿，最前了，收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自己来吧，把水龙头给我，快快快。那我进来了。给你，给你，你在哪儿？小爱，你是故意的吧，孙小爱？你是故意的吧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摁的对不对呀？你再摁错穴位，给我摁坏了。我都是按照叶老发给我的穴位图按的。
你放心，我会洗干净了再还给你的。你觉不觉得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是老天故意在惩罚我？为什么？接烂片，无故旷工，嘎洗，老天这样惩罚我也是应该的。如果老天爷真的要惩罚你的话，就不会派如此优秀的我到你身边了。所以我觉得呢，他顶多就是给你一点小小的考验而已。常常往自己脸上贴金，也请你呢继续保持这种不要脸的乐观心情，多给自己和叶朗一点时间。干嘛三句话都不理叶朗？我去把浴室收一收，你在这里好好待着。你是不是喜欢叶朗啊？无聊。叶朗是不是也喜欢你？无聊。我们直接开始吧。好，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。不行，我可以做最难的。这个必须一步一步来，你现在如果一味的加大难度，物极必反，对你的身体百害无利啊。你就听叶老的建议吧。先把这个杠铃举起来。我上肢没有问题，你先试试看再说。来吧。这个重量太轻了，给我加10公斤的配重。别着急，先把这个重量举起来。嗯，来吧。小心啊。小心腰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是因为你之前可以用你的腹部跟腰部发力，但是现在他们都失灵了，你没办法借力。你现在能推起的重量会比原来小很多，所以咱们只要一直治疗，我相信你会好起来。我们要不要再从更简单一点的开始？不需要。小心点。发力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很棒！好，已经很棒了。是不是很沉啊？第一次来能举到这个重量，真的很好。我以后会越来越好。